我爸先走。好，唔該曬。各位傳媒朋友，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咧，將於今個月20日正式通車。今日運輸署聯同埋路政署同埋警務處咧嘅同事咧，會向大家介紹開通嘅交通安排。繞道咧全長4.5公里，當中包括連接中環臨時街、天橋至北角。東區走廊3.7公里嘅行車隧道，來回各3線行車。繞道開通後咧，可為駕駛者提供一條直接往返港島東西嘅主要幹道，有效舒緩現時江樂道中下角道告示打道嘅交通擠塞情況。屆時來往中環及北角東區。走廊會更為暢順同埋直接，預計行車時間只約需5分鐘。東行方面，駕駛者由中環臨時街、天橋或經地面道路文吉街進入繞道隧道後咧，可以前往灣仔北，或者前往北角出口連接東區走廊。駕駛者亦可以從灣仔。P2 路嘅繞道入口咧，前往東區走廊。至於西行方面，駕駛者由東區走廊北角段咧進入繞道後咧，可以前往灣仔、演藝學院一帶，或者直達中環出口。駕駛者咧亦可以從天后清風街嘅繞道入口咧，直達中環。駕駛人士要留意，由於繞道西行線。連接臨時街天橋嘅道路接駁工程咧，仲要需要等到繞道東行線通車先至可以進行嘅，所以咧繞道嘅通車要分開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係今個月嘅20日起啦，除了尚需完成接駁臨時街天橋西行嘅連接路外咧，繞道所有道路咧都會開通嘅。至於臨時街天橋東行連接江樂道。江樂道中嘅下行車道將會封閉，以進行西行連接路嘅接駁工程，
需時大概一個月到啦。至於第二階段，就係將會開放埋完成接駁至臨時街天橋西行嘅連接路段，至達至到咧整條繞道咧全面通車。為咗配合中環繞道嘅開通咧，運輸署、路政署同埋警務處咧已經做好咗準備，並會密切監察繞道開通後嘅交通情況。繞道開通初期咧，駕駛人士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新嘅道路路線嘅，所以我哋提醒市民咧要額外小心駕駛。我哋都會喺適當嘅地點咧設置道路標記啦、交通標誌啦，同埋一啲指示牌，就是、指導駕駛人士。屆時請駕駛人士咧留意。接下來咧，我就會先請咧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處長咧盧國華先生咧講解一下咧繞道工程項目嘅效益同埋特點。跟住咧，我就會再請咧運輸署同埋警務處嘅同事咧，就分別介紹繞道嘅行車路線啊、分段交通嘅詳細安排咧，同埋交通管制嘅。咁樣，現在我首先請盧先生。好，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咁或者大家可以睇一睇個投影片啦。大家看到咧，其實成個繞道咧，就佢西接咧就係呢個中環臨時街天橋，東接咧就係北角呢個東區走廊。佢喺灣仔會展同埋呢個天后嘅清風街咧都有連接路嘅，就方便市民。咁成單工程咧，其實就我哋喺2009年12月就開始動工，咁就喺當然大家都知啦，喺今年嘅1月20日就會通車。咁成單工程嗰、那個所謂喺財委會攞到撥款咧，就360億。咁其實成單項目咧，我哋咧就喺個設計上咧，除咗顧及交通咧，亦都顧及環保嘅需要嘅，所以都係一個咧既交通又環保嘅項目嚟嘅。咁喺交通個效益方面，大家都睇到噶啦，因為佢成條咧長度就4.5公里。咁嗰個行車速度就係80公里每一小時，咁所以大家好簡單咁樣計算到噶啦，其實就會大約係少過5分鐘就已經行曬成條路噶，所以對於交通路面交通嚟講咧，係會產生好嘅分流作用嘅。咁喺呢個節省嘅路程嗰陣時咧，就係使可我哋估計過咧，就每一年咧可以節省咧4000萬嘅行車小時嘅。咁因為呢個省時嘅個交通方便咧，其實佢就會喺環保嗰度咧有好多好處嘅。咁我哋亦都計過嘅，其實佢每一年咧就大約可以減少咧11,000噸嘅二氧化碳排放。咁呢個數字係點樣去理解咧？其實大家可以理解咧，佢即係相等於咧我哋種植480,000棵樹去吸收嗰個二氧化碳。咁對於個温室效應絕對係有個好嘅幫助。咁而呢個400,000棵樹。大家可以理解咧，佢係可以等同咧67個圍院咁大嘅。好，咁另外咧，我哋呢個成個項目咧，我哋就因為顧及環保咧，咁我哋其實首次咧就喺香港嘅行車隧道就引入呢個空氣淨化系統，而呢個系統咧，亦都暫時嚟講係全球最大嘅，相同應用上高。咁大家理解咧，就佢咧其實咧，我哋每一小時呢個系統咧，就可以處理咧。540,000立方米嘅汽車廢氣，呢個數字其實相對嚟講咧，大家可以理解為咧，佢一個鐘頭咧，大約係可以將成條隧道所有空氣轉換8次，咁相等於咧就2200個奧運名次。咁另外咧，佢成個呢個空氣淨化系統咧，就有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呢個靜電除塵器，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呢個二氧化碳。過濾化氮過濾器，咁呢、這個靜電除塵器其實嗰、那個那個原理咧就係咩咧？我哋又有兩塊電板，就產生令到中間嘅空氣產生負離子，咁呢啲負離子咧就會黏附喺嗰啲可吸入懸浮粒子上高，咁而嗰個就令到佢帶有負極，咁跟住咧呢啲收集板咧，因為相對帶有比較正極，就會吸咗嗰啲帶有負極嘅可吸入懸浮粒子，咁就。移除咗佢，咁呢個經過淨化嘅空氣就會經過呢個二氧化氮過濾器，
咁裏邊咧，佢最主要用有啲活性炭，咁啲活性炭咧就會吸咗嗰啲二氧化氮，咁成個呢個空氣淨化系統咧，佢就會可以減少咧嗰啲可吸入二氧化粒子同埋二氧化氮，減少佢八成。咁另一方面，我哋成個項目咧，其實就帶咗啲車由路面咧就去咗個地底，經過隧道。咁其實肯定咧就對路面嗰個噪音咧就會減少嘅。同一時間，我哋都利用呢個契機咧，就喺東廊上高咧就做咗好多隔音罩啊，同埋呢個隔音屏障。咁其實我哋都計過，咁相對嚟講咧，就將嗰個交通噪音咧就平均咧減少咗16分貝。咁亦都係最高咧減到大約係26分貝嘅。咁我哋另外一方面亦都喺個美化嗰個市區嗰個環境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我哋咧，大家可以睇到咧，喺呢個北角呢個出口咧，我哋一個綠化平台。而呢個隔音罩咧，上高我哋都會綠化嘅。咁而沿住嗰個走線咧，當然我哋亦都有好多綠化嘅設施。咁我哋成個項目咧，就會為呢個北區咧。北岸咧就提供呢個多4.5公頃嘅綠化設施，咁而另一方面用一個隧道形式去興建呢個曉道咧，咁又可以令到海濱嗰啲土地咧可以保留出嚟，令到第時咧海濱發展咁樣嘅。咁頭先亦都講到啦，因為每年嗰個節省4000萬個行車小時，其實相對嚟講，如果用一個即係每一個鐘頭嗰個 value， 即係所謂嗰個價值嚟講咧。大約相等咧，每年個經濟效益咧就有30億咁多。咁亦都喺個建造期間咧，我哋都創造咗6400個就業機會。咁另一個特色咧，其實呢個工程咧就係一個都可以咁講，好難度高嘅工程項目嚟嘅。咁佢有兩部分係比較高難度，一部分咧就係隧道嘅設計，隧道嘅建造；另外一部分咧就喺東廊嗰度要將東廊重建。隧道它都有兩部分，一部分呢就在這個銅鑼灣避風塘，我們就需要用一個臨時填海去興建，逐段去興建，而亦都要保留這個避風塘的個運作。在這個避風塘其實呢，我們需要挖掘那個深度呢就去到差不多38米，即是12層樓那麼深，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在這裡做的工程的難度高。另一方面呢，我們因為有一節隧道呢就會經過洪隧下方20米度，咁如果大家而嗰個我哋個隧道咧，嗰個闊度咧就大過50米，其實呢個難度咧，我哋就唔可以小看佢，因為通常咧，我哋發掘隧道咧，佢上高唔影響上高咧，中間呢度咧大約要有一個 diameter， 所以一個直徑咁分闊嘅距離，要保持咧就唔好影響上高。大家想象，我哋係只不過隔咗洪隧20米。而整個隧道的闊度就是50米，所以這個難度又是超高的。那我們呢當然在做這個建造工程呢，我們就在個洪隧那裡裝了很多自動變形監察器啊，做了一些後備的排水系統啊，確保即如果有什麼事那時候我們立刻可以做一些調整呢，令到不會影響洪隧。那這幅照片其實大家只不過給大家一個概念，看到我這三個洞呢就是這三個在洪隧下低這三個洞，可以大家感受咧個規模係相當大嘅，咁而同一時間我哋啲工程咧亦都得到國際嘅肯定嘅。譬如我哋喺2016年咧喺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個期刊咧就攞咗最高級別5億美元以上嗰級別嘅年度大獎，亦都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喺第16屆中國嗰個土木工程尖添油嗰度咧亦都入選咗嘅。好。另外剛才我提到這個工程另一個特點呢，就是我們要在繁忙的東廊要重建它。其實這裡呢、因為東廊的行車就很多的，我們怎樣做呢？我要維持個車流又要做了重建呢，首先呢我們要將這邊東行線呢我做一條新的橋，就將東行的車輛就帶到新橋那裡，跟著呢我們將這個東廊這個西行的車流呢就帶去舊嗰個東行橋嗰度，跟住先拆得呢個舊嘅西行橋，去建造新嘅東廊嘅西行橋。跟住拆完之後，做完之後咧，就將啲西行嘅車輛帶翻過去，我哋先可以騰出空間做呢度。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就算我哋一咁樣做咧，呢度空間咧都係極之有限嘅。咁所以咧，我哋係用一個叫做平衡完備嘅建造方式。咁咧喺呢度咧，其實
俾大家個概念咧，我哋喺呢度咧就已經係用咗大約係有用一個120個呢啲咁嘅橋面組件，每一個大約係650個，大約每一個係120噸先造成嘅。所以成個工程呢個比較個嗰、那個好複雜咧，我哋整個工程咧都係呢部分咧都要兩年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咧，我做啲工程嗰個艱巨性。咁大家亦都好關心㗎啊，點解我哋開路咧要分兩期咧？咁大家提日睇到呢、這個咧就係我哋預嗰個設計嘅佈局嗰、那個走線。大家可以睇到咧，由嗰個曉道上嚟呢、這個西行線咧，佢係要咁樣去連接嗰、那個臨時街天橋嗰個西行線咧，佢係要環過呢個東行線個車道嚇、會閘咗佢嘅。咁所以首先我一定要維持交通咧，我一定要將所有呢個臨時街天橋東行線嘅車輛咧撥翻嚟入咗隧道同埋文保街先，先至唔影響。所以點解咧？我哋要分兩段啦。大家可以睇到下一張 slide 咧，下一張就係啦。所以我哋將嗰個臨時街天橋東行線嘅車輛撥咗過嚟，騰出呢個空位，保留個車流，我哋先可以封呢邊做呢一橛呢、這個路面。咁我做完呢個路面咧，就可以去到下一個嗰、那個階段咧，就全線開通，跟翻我哋嗰個原設計一樣。係啊，咁如果呢度咧，其實我哋喺路政署咧，喺都有個工程網站，佢裏邊咧有亦都有好多我哋整個項目嘅資料，包括咧大家最近都傾到熱烘嘅，譬如我哋啲隧道裏邊咪有啲隔熱塗層，大家有啲有啲疑似水漬。嗰啲亦都喺呢度會講解得好詳細，點解會係嗰啲？其實就係嗰個原生隔熱塗層自己嗰個天然個色料嘅不平均。咁喺上高除咗呢啲，都有好多有趣嘅知識嘅。如果大家想咧，都可以上去呢個網站睇一睇嚇。咁啊，係好誒，唔該曬阿盧先生。咁下跟住來咧，我想請總工程師阿梁先生咧詳細解釋一下呢個通車兩個階段嘅交通安排。唔該阿梁先生。好，接住落嚟，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呢個中環及灣仔繞道開通之後嘅交通同運輸嘅安排。繞道除咗喺中環同埋東區走廊北角段咧，有隧道出入口之外咧，喺灣仔北同埋天后清風街都有隧道嘅出入口，包括喺灣仔北嘅博覽道東行出口、P 二路東行入口往北角、P 二路西行出口同埋天后清風街、入口往中西區。由於繞道內咧係不准設線，駕駛者需要喺進入繞道之前選定行車線。以下係各個出入口嘅交通路線安排。好，我現在先為大家介紹一下東行嘅方向嘅路線。駕駛者可以沿呢個中環臨時街天橋，或者地面嘅文吉街進入繞道中環入口，並沿呢個繞道嘅中快線直達東區走廊北角段嘅出口。而喺中環前往灣仔北嘅方向咧，駕駛者亦都可以用呢個繞道嘅慢線到達呢一個博覽道嘅出口。而另外喺駕駛者喺灣仔北咧，亦都喺 P 二路嘅東行入口，沿慢線直達繞道嘅北角出口。至於西行方向嘅路線咧，個安排就係由北角前往中區嘅駕駛者可以沿呢個東區走廊北角段嘅入口，以沿住中快線直達呢個中環出口。另外，亦都駕駛者可以沿住北角入口嘅慢線到達灣仔北 P 二路嘅出口，即係演藝學院嘅一大地方。而至於天后嗰度，我哋有一個嘅往中環同西區嘅行車入口，但係大家要注意啦。咁因為呢個行車入口咧，就會係喺繞道嘅快線度出到去中環嘅。咁所以咧，基本上車輛重越5.5噸同埋巴士係禁止使用呢個清風街嘅入口嘅。好，接住落嚟咧，我為大家介紹中環及灣仔繞道開通咗之後，中西區往東行嘅交通安排，亦都大家可能好關心嘅其中一個環節。
正如剛才盧處長介紹過，由於臨時街天橋東行下行斜路將會在這個繞道開通之後就封閉，在第一階段通車之後，經臨時街天橋東行的駕駛者需要經繞道或者文報街前往各區，路政署需要大約一個月時間進行這個接駁工程，因此繞道中環出口和臨時街天橋西行的道路在第一階段就仍未開通的。當西行連接路的工程完成之後，駕駛者可以從繞道的中環出口直達西區。好了，現在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臨時街天橋東行，即是高架路段的時候來往各區的交通安排。現時在這個繞道未開通之前，駕駛者是使用干諾道中高架路經臨時街天橋東行下行斜路、干諾道中東行前往金鐘、半山、皇后大道中、灣仔、九龍中和銅鑼灣的一帶。在繞道通車之後，即是1月20日之後，臨時街天橋東行下行斜路就會封閉，屆時由臨時街天橋東行前往半山、皇后大道中、灣仔、九龍中和銅鑼灣的目的地的車輛就可以經這個文部街接連的和接連的地面道路，包括耀星街、龍和道、愛丁堡廣場前往目的地。而經愛丁堡廣場前往目的地主要包括皇后大道中、半山、金鐘和灣仔南，即是軒尼斯道一帶。而至於往九龍中改隧道或者是銅鑼灣一帶，我們建議駕駛者可以沿龍和道經過天華路的接駁到下角道，又或者向東走多一點點，就是在 D11 路接駁回告士打道，那就可以去到這個九龍中和銅鑼灣方向。剛才我已經分享了橋面的安排，其實中環灣仔繞道亦都有地面的入口的，從這個干諾道中東行的地面經過臨時街之後，可以經文吉街有左靠左就可以入到去中環灣仔繞道中環入口，直達灣仔北和這個北角。而至於駕駛者亦都可以選擇經文吉街沿現有的干諾道中東行經北打街下行隧道前往下角道和告士打道一帶，蓋九龍或者是銅鑼灣一帶地方。好，接住落嚟我會為大家介紹東區走廊和天后西行交通的安排。繞道西行入口在通車之後，駕駛者可以沿著這個東區走廊的中快線進入繞道北角入口，前往灣仔北和中西區。駕駛者當然亦都可以在東區走廊靠左行駛，沿用現在經過告士打道和下角道一帶前往港島西面各區。駕駛者經過清風街天橋和興發街，即是維園一帶，亦都可以使用這個清風街入口進入中環灣仔繞道去到這個中西區。好了，為了另外一方面，去到當你西行的時候，在中環出口交通安排是怎樣呢？這裡我都想詳細介紹一下。在第一階段通車的時候，剛才正如盧處長介紹過，因為他要用大約一些時間去進行這個西行連接路的接駁工程，期間基本上交通我們有幾個安排的。第一，駕駛者如果是去機鐵站的話，他可以出了來之後選用機場快線站的道路，即是靠左，就會經過文祥街，跟住靠近呢一個文耀街呢一度，即係而家途中呢一個位置，掉頭就去到呢個機場快線嗰度。如果佢哋駕駛者選擇喺機場快線離開之後，往呢個上環或者西區嘅話咧，佢哋可以繼續前行，用呢一個機場快線嘅隧道，再往嗰個道中西行方向嘅。至於中環灣仔繞道喺中環出口嗰度咧，亦都有個中區出口，即係話而家你我所知啦，就係中區出口呢個位置咧，基本上咧駕駛者可以喺呢度出去，沿住文吉街嗰個道中，跟住去到呢個近北打街嘅地方掉頭，沿住嗰個道中西行，可以入去域多利皇后街或者租比利街，
甚至再遠啲嘅上環、西環都可以嘅。好啦，下一張咧，我哋介紹下，當呢個西行連接路接通咗之後咧，基本上駕駛者可以喺中環灣仔繞道用呢個連接路直達呢一個臨時街西行線，從而經過呢個高干諾道中高架路去到呢個西營盤同埋呢一個基尼地城一帶嘅。另外一方面，中環灣仔繞道有一條 3.7 公里長嘅隧道，運輸署已經委派咗隧道嘅營辦商，主要負責隧道內嘅行車安全、管理交通、處理交通突發事件，同埋負責維修保養隧道裏面嘅機電同電子系統。繞道亦都設有嘅交通控制中心，隧道營辦商咧就會透過閉路電視、交通事故自動偵察器進行監察，亦都透過可變信息標示、可變速度限制標示同埋行車線管制燈號各方面咧，向呢個駕駛者發出實時的交通消息。如果發生事故嘅時候，交通控制中心亦會適時採取相應嘅交通管理措施同安排。而沿住中環灣仔繞道同埋佢連接路咧，有多個位置設置有呢一個可變信息標示，可以讓到呢個駕駛者更加了解中環及灣仔繞道同埋連接路的交通情況，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同埋呢一個作出一個選擇呢個行車路線安排。好啦，正如其他行車隧道一樣啦，隧道營辦商需要咧喺平日嘅凌晨嘅時分咧，為呢個管道裏邊咧進行呢個清潔檢查同維修保養工作，期間咧就會實施單管雙程嘅交通安排，維持翻繞道北角同埋中環之間東西行行車線。當呢個西行管道封閉進行呢個維修保養同埋檢查清潔工作嘅期間咧，天后清風街的入口同埋呢個灣仔 B 二路的西行出口咧就會封閉，而當東行管道封閉的時候咧，呢、這個喺北角灣仔北博覽道的出口同埋喺 P 二路的東行入口亦都封閉，期間因為清風街的入口西行亦都會封閉，以配合呢一個單管雙程的運作。至於呢一個交通運輸方面咧，會有兩條嘅新嘅巴士線會使用呢個繞道，亦都有四條現有嘅巴士線會改行繞道嘅。有關準備工作而家正在進行當中。預計喺繞道通車後第一個工作天，即係1月21日早上，就會有四條嘅巴士路線行使用繞道，而另外兩條嘅巴士路線分別係33號 X 線。同18號 X 亦都喺通車之後短時間內會改行繞道嘅。運輸署稍後會發出通告，就住正式實施嘅時間通知市民。我哋亦都會同各個交通工具營辦商咧，就住使用繞道嘅安排咧密切溝通。另外，因為臨時街天橋東行嘅路段需要封閉。現時行經的車輛，包括行經的巴士和專線小巴，包括8條的巴士路線和3條專線小巴路線，需要改用呢個文部街和海濱一帶，包括龍和道等的交通路線，接駁翻原有的路線，分別是呢個去翻紅棉道方向或者係金鐘，另外一些是經過告士打道往呢個銅鑼灣方向嘅。而喺運輸運輸方面，在個繞道的開通的初期，我哋運輸署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就會有我哋部門啦、路政署、警務署、公共運輸承辦商、交通顧問同駐地盤人員參與嘅期間，我哋會密切監察繞道開通咗之後的交通情況同埋公共運輸的運作。亦都會適時調校交通燈號時間，同埋調整交通安排，以配合翻路面交通情況。另外，亦都會發放交通信息，讓駕駛者更加能夠掌握到呢個道路嘅情況，選擇一個合適行車線。嚟到呢度啦，咁我亦都為咗方便市民去呢個規劃呢一個出行嘅路線咧，我哋運輸署
的手機應用程式《香港出行2》呢是已經上載了東環灣仔繞道的相關資料，稍後會你們可以經過手機程式會見到。路政署亦都為了市民印製了一本駕駛指南，建議了有關行車路線，讓市民更加在隧道開通之前就更加了解有關那個安排。多謝大家。唔該曬梁先生，稍後咧我請警務處阿李 Sir 講一講交通管制嗰方面。唔該，李 Sir。係，大家好啊。咁跟住落嚟咧，我會大家簡介一下咧喺使用繞道嗰陣時間需要注意嘅一啲嘅事項嘅。咁同埋警方喺繞道開通嘅時候咧，一啲交通嘅管制嘅措施嘅。首先咧就係喺繞道裏邊咧嘅行車分隔線咧就全部都係雙白線嚟嘅。咁換句話嚟講咧，就係駕駛人士係唔可以喺繞道裏邊咧係去換線嘅。咁以西行車線方向為例啦，咁啊中快線咧只可以去中環，而慢線即係最左線咧就只可以去灣仔北嘅啫。咁所以咧，駕駛人士喺進入繞道之前咧，就必須要預先咧就計劃好自己嘅目的地，同埋選定呢一個行車線嘅。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喺繞道裏邊設線啦，咁保以免嘅造成呢個危險嘅。咁喺限速嗰方面，咁喺繞道嘅主幹道嘅限速咧就係每小時嘅80公里，咁而喺連接路就係每小時嘅50公里嘅。咁繞道裏邊咧，一共係安裝咗有8部嘅偵速相機，咁另外亦都有過8部嘅監控鏡頭咧，去監察翻住繞道內外嘅交通情況嘅。喺限制使用方面啦，咁咧就紅色小巴車輛超過4.6米高，運載第1、2、5類危險物品嘅車輛，同埋學習駕駛嘅人士咧，都係禁止使用呢個繞道嘅。咁喺呢一度，我特別要講一講天后清風街連接路呢一個入口。咁啊，頭先運輸處阿梁生都講過，咁呢個入口咧就只係可以去到中環嘅啫，就唔可以去灣仔北嘅。咁另外巴士同埋重量超過5.5噸嘅車輛都係禁止進入嘅。咁我哋警方預計喺繞道通車嘅首階段咧，喺中環碼頭、民耀街、龍和道同埋灣仔北一帶嘅交通係會較現時繁忙嘅。咁警方咧會喺繞道嘅出入口同埋支路附近同埋其他嘅主要路段咧，都會係調派交通警務人員咧喺度指揮同埋疏導交通，同埋咧係應付一個突發嘅事件嘅。咁另外都會聯同其他嘅政府部門咧，就會主動去監察住繞道嘅附近嘅同埋附近嘅交通嘅情況嘅。咁特別係喺早午同埋傍晚嘅繁忙時段。咁我哋警方亦都係就住繞道咧，係制定咗一系列嘅緊急嘅事故應變嘅措施嘅。咁樣咧就係應付一旦可能喺繞道裏面發生嘅意外嘅。咁另外為咗保持呢個交通嘅暢順啦，咁我哋會喺繞道附近主要路段咧加強對違例泊車嘅執法嘅。咁亦都會喺預先警告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將違泊造成阻塞嘅車輛係拖走嘅。咁啊，駕駛人士要特別注意嘅話咧，就係喺繞道嘅通車嘅第一個階段咧，喺中環嘅出口咧，仲未可以直接連接到上去臨時街天橋，係前往西區嘅。咁喺呢一度咧，警方都會建議翻駕駛人士考慮咧，係利用翻原有嘅道路啊，即係經告士打道、下角道、江樂道中上臨時街天橋前往西區嘅。咁啊，當繞道全面開通咗之後咧，咁啊駕駛人士就可以好方便咁樣直接咧，就由中區嗰個出口咧，係連上呢個臨時街天橋咧，係進入呢、這個就會前往呢個西區嘅。喺道路安全方面，咁啊由於係新嘅道路關係啦，咁我哋都建議翻駕駛人士咧，就預留翻充足嘅時間咧，去適應翻使用新嘅道路網絡嘅。
咁另外我哋都再次提醒翻駕駛人士喺進入繞道之前咧，要預先計劃好自己嗰個行程嚇，選定好你嘅行車線嚇，咁唔好喺繞道裏邊超速同埋切線嘅。咁啊，當離開繞道嗰陣時候咧，如果需要換線係去預定嘅目的地嘅話咧，咁啊換線嘅時間咧就留意翻其他嘅車輛同埋當時嘅交通情況。咁最後咧，咁我哋警察公共關係科亦都製作咗幾套嘅短片咧，去介紹翻繞道嘅一啲嘅資料、行車嘅路線同埋一啲小貼士嘅。咁呢啲咁嘅短片，我都會上載去 YouTube 同埋警察嘅 Facebook 專頁嘅。咁喺呢一度咧，我揀選咗部分嘅片段咧，俾大家可以望一望嘅。中環及灣仔繞道，會介紹翻東行線同埋西行線，同埋使用繞道小貼士俾大家。我哋一齊睇下。我哋而家喺東行線嘅中環隧道口，可以由臨時街天橋或者文德街進入中環及灣仔繞道。繞道中環入口可以前往灣仔北、北角同埋東區。駕駛人士需要留意進入隧道前需要選擇清楚行車線，謹記。隧道邊唔可以轉線，慢線真係左線，只能夠前往灣仔北。由灣仔博雅道出口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灣仔政府大樓或者香港演藝學院一帶。中線同埋快線接駁東區走廊，可以往北角、鰂魚涌及東區海底隧道。上一集有同事帶大家介紹過中環及灣仔繞道東行線中環入口嘅駕駛重點，今日就由我帶大家睇下西行線北角有咩要留意啦。由東區走廊連接路進入中環及灣仔繞道北角隧道入口，前往灣仔北同中區一帶，駕駛人士需要留意進入隧道前係需要選擇清楚行車線。谨记隧道内是不可以转线的，慢线即是左线，只能通往湾仔北。驶出湾仔 P2 路出口后，可以到达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湾仔政府大楼、香港演艺学院和天马公园一带。中线、快线可以到达港铁香港站、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中环码头和西区海底隧道。天后尖通街入口進入繞道後，只可以通往中環，而駕駛巴士或者重量超越 5.5 噸的車輛是禁止駛入天后尖峰街入口的。最後前往西區的駕駛人士，在繞道通車第一階段，中環及灣仔繞道出口是仍未接駁到臨時街天橋，建議駕駛人士繼續使用原有的道路，告示打道、下坡道、康樂道中、臨時街天橋前往西區。當繞道全面開通後，駕駛人士可以循東區走廊北角段進入繞道，並沿繞道的中線、快線可以前往西區。咁樣咧，運輸署咧亦都準備咗另外一套嘅短片咧，係介紹俾大家嘅。咁我而家交翻俾運輸署嘅梁生。好啦，為咗配合翻呢個中環灣仔繞道開通咧，就住周邊連接路有啲交通嘅安排咧，我哋都製作一啲短片，得到路政署嘅同事嘅協助咧，製作啲短片。咁而家睇到嗰啲係暫時仲係呢個後期製作，短期內亦都會上載到去將相關嘅網頁俾工作人士嘅參與，等佢及早呢個認識同埋知多啲。個路線安排，或者而家可以播一播嗰幾段片咧。咁而家你見到咧，就係主要喺呢個中環嗰邊嗰個安排啦。嗱，當你經過中環出口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右邊嘅前往西區嘅連接路，暫時仲係進行緊接駁工程。而靠左一同左二線咧，分別可以去到呢一個機鐵站同中區。而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如果喺經過繞道前往西區嘅人士咧，亦都可以使用中環嘅出口，經過江樂道中、
去到北達街掉頭去翻呢個嗰個道西方向嘅，即係而家以圖中所示啦，見到一個文吉街嘅出口，跟住直去咧就去到咧江樂道中東行。屆時咧，因為臨時街天橋東行嘅車輛已經係會封閉咗，車輛嘅數目會大幅減少。我哋相信有關路段嘅會係較而家暢通嘅。當去到江樂道中嘅時候咧，就會喺靠近北達街前有一個掉頭嘅地方，咁咧就會喺呢一個掉完頭之後咧，就喺呢個環球大廈側邊嘅江樂道中西行出翻嚟，咁就可以選擇去中環啦、上環啦同埋西區嘅。好啦，下一段片段，因為而家暫時後期製作進行之中，咁我稍後都會加多一啲標示喺個短片，咁你到時見到上載個版本咧，會更加完備嘅。而呢個短片介紹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東區人士或者喺灣仔北想去東區人士，如果係想去呢個機鐵站係點安排？咁基本上咧就喺中環出口靠左。去到呢個機場快線站嘅路牌，沿住左線就會去到呢一個文祥街，進入金融街一帶，就可以去得到呢個機鐵站嘅。經過 IFC 之後咧，去到靠近呢個民耀街，即係我哋所謂嘅蘋果橋附近咧，就會有一個掉頭位。咁駕駛人士喺經過啲掉頭位就可以去到呢個機鐵站噶啦。而如果駕駛人士離開啲機鐵站，想前往西區上環咧，佢只要需要沿住而家行車線咧，直落去呢個機場嘅隧道，就可以去到江樂道中嘅。呢個西行線嘅，好。下一個片段咧就係臨時街天橋封閉咗之後，如果我哋要去翻經過橋面，我哋所謂江樂道中嘅橋面或者臨時街橋面，我哋又可以選擇行呢一個文報街。當然，我要強調咧，除咗橋面之後，頭先都介紹過江樂道中嘅地面交通都係可以接駁翻前往銅鑼灣、金鐘同埋半山呢地區嘅。咁如果選擇行橋面文報街呢個方向咧，佢就去駛經文報街，喺繞道嘅左邊，咁可以選擇行左線或者左一線，都可以去到文報街嘅兩線行車道。亦都喺呢個中線嗰度咧，可以選擇吸入去入去呢、這個繞道啦，亦都可以繼續保持喺呢個左邊兩條線啦，到達呢個中環海濱一帶。你大家見到圖上都見到有啲交通嘅標誌噶啦，同埋道路嘅標記，係方便行駕駛者能夠更加熟習呢一帶嘅道路嘅。而經過文保街之後咧，進入呢個耀星街兩線行車道，跟住就會以南行駛入去呢一個龍和道。屆時去到呢個位置咧，就係龍和道有四條行車線，兩條左邊咧就可以去灣仔北，或者係過去再遠啲呢個。紅興道右邊兩條行車線就係經過大會堂側邊嘅愛丁堡廣場，呢、這個兩條行車線嘅層一度咧就可以令到讓啲駕駛者可以去到金鐘、灣仔南半山、皇后大道中，甚或取道於告士打道去到九龍中同埋呢一個銅鑼灣方向。好，暫時嘅短片製作我哋稍後仲會有多啲短片可以供大家參考嘅。你好啊 ，Now TV 噶，想問翻咧，第一樣嘢就係喺頭先都講過話，暫時咧未連接翻上去臨時街天橋嗰邊去西隧嗰度啦。咁到底即係喺出咗嚟，即係由西行線出咗嚟之後，
會去到幾時先會變翻雙線？即係咪出咗出口先至會 cut 翻去左邊，只可以轉入去中區啊？定係其實去到某一個階段已經唔係三線行車呢？咁另一個問題想問咧，就係、是全部嘅車都如果去中環啊、金鐘都要轉落去文寶街嘅時候，其實擔唔擔心去到 IFC 出面嗰個位，其實就變相係另一個塞車位，將江樂道中所有嘅車流變曬去入邊嗰度，又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唔該。或者我請阿梁先生解答。好啊，我先答一答第二個問題先。嗱，頭先我介紹過啦，亦都短片裏面睇過咧，就係如果經江樂道中天橋東行，係可以選擇文報街，同埋頭先喺海濱一帶嘅耀星街、龍和道，可以去經愛丁堡廣場前往其他區域啦，亦都可以經龍和道另外一啲路口，譬如天華路同埋 D11 路，可以去翻呢個高士打龍下角道。另外一樣嘢我想提咧，就係頭先喺我個介紹裏面都講過啦。地面嘅交通基本上喺江樂道中東行，其實可以透過文吉街前往江樂道中東行，用翻而家現有嘅北打街隧道同埋呢個下角道天橋去到達翻唔同嘅地方。所以基本上喺中環灣仔繞道開通之後咧，駕駛者係多咗選擇嘅，路面嘅容量係多咗嘅。所以整體嚟講，駕駛嗰啲個別嘅位置係應該唔會構成一啲嚴重擠塞嘅，反之係可能係需要駕駛者預早去規劃定佢哋合宜同埋合適嘅行車路線。至於第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嗰、那個每次我想重複翻第一個問題係頭先講話，即係因為西行站先至駁到上去，咁、去到邊度先要佢哋 cut 過去嗰邊？另外想問多嘢就係關於嗰、那個東行線個即係頭先。係咯，講到佢哋即係如果要行隧道嘅話，又要兜一大個圈，又會唔會有一定嘅混亂喺度？或者我請同事將嗰張投影片，即係喺呢個隧道嘅中環同埋機鐵站出口嗰張投影片展示出嚟，方便講解。基本上剛才提過啦，在中環出口西行那裡呢是有三條行車線的出口的，左邊兩條呢分別呢就是這個去機鐵站和去中區的，另外右邊有兩條呢就會上行車道，但是呢它會將兩條會結合回做一條行車道直去回臨時街天橋西行的。咁而至於喺開通嘅初期，喺呢個接駁工程未完成之間嗰段時間咧，雖然係短，但係咧如果有駕駛者係使用咗繞道想去西區嘅話咧，佢基本上係會用翻呢個中區個出口，同而家喺中區嘅車輛嘅行車道一樣，就係選擇經江樂道中東行，去到北打街之前係掉頭轉入去江樂道中西行，從而選擇行地面或者上翻去呢個臨時街天橋西行線嘅。咁基本上我哋睇翻咧，而家呢個位置咧，基本上我哋同現有道路經過亦都係相類近嘅，所以基本上我預計嘅車流量係相若，所以喺而家個安排應該唔會造成擠塞嘅。但係全部數到幾先要佢即係一定要 cut 翻，因為你本身係三線㗎嘛。係，基本喺隧道前，即係出隧道口之前有一段嘅安排嘅，大概有200米長。的我哋所謂的cut 線位，咁呢車輛就可以在快線 cut 去中線，從而選擇中區的出口嘅。獨梅嘅，我想問翻運輸署都係文寶街，如果路口嗰度真係擠塞嘅話，署方會唔會有啲咩應變計劃啦？呢個第一。第二想問翻睇翻頭先個列表，好似相對較少的巴士路線用到條繞道，會不會覺得好像未能夠善用條繞道啦？同埋譬如可能 18P 啊或者 A12 嗰啲經海旁的巴士會用多了幾多行車時間？好，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先啦。文報街基本上落到去靠近呢個 IFC 金融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嗰份咧，係四線嘅，有兩條是直去。應該是三條直去耀星街的方向的行車道，而有一條右轉去民耀街去回康樂廣場的方向。我想講的就是話，其實在呢個開通之前，我哋聯同路政署已經檢視過曬海濱一帶的道路和呢個路口的交通燈安排，亦都完成了一系列的優化措施。咁有關的道路已經係足夠的容量應付在文報街出嚟的車輛，特別是第一階段。當呢個臨時街天橋封閉咗之後，喺橋面落嚟呢個文寶街嘅車輛係可以用到呢啲道路，係足夠容量去配合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頭先提過話開通只係得六條巴士線，我要強調咧，六條巴士線本身咧係喺呢一個原有道路嗰個位置
原有個繞道的範圍嗰個走線是沒有巴士站，即是話對乘客的上落嗰個安排咧就不受影響嘅。至於我哋咧喺繞道開通之後咧，我哋會同呢個公共交通嘅營辦商密切溝通，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呢一啲建議嘅路線可以使用繞道。咁呢一方面的工作係進行之中嘅。稍後如果有一決定或者安排咧，我哋會透過啲公佈，讓市民知道嘅。Thank you for the briefing today. Hey, Li Zhou from TVB News. So first,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at it will cut down the journey time to 5 minutes. But is it the time it takes when there's absolutely no traffic jam? Please clarify that. And also on the same issue, yes, the 5 minutes is said when there's no traffic jam. No traffic jam. So another question is the same issue, the easing the congestion. How about the other measures like electronic toll fee system? Like it could further ease the congestion. Is there any plan to introduce it, or what's block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uto toll system? You mean the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ystem? The opening of the Central Wanzhou Bypass will provide a convenience route between Western District and the Eastern District. I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introduce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ystem pilot scheme at Central. We are actively pursuing, taking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ilot scheme in Central. We expect that we can come out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How about 5 minutes? Five minutes means there is no traffic jam, of course. Yeah, yeah. Absolutely not. But actually, that 5 minutes is normal traffic time.你好啊，咁我停咗一步嘅，咁我想問一問阿副處長先啦。咁剛才副處長就喺答英文 Q 嘅時候都講到話，即係嗰個道路收費計劃嗰個試行計劃，即係都係一個合適時機開始 launch 啦。咁但係喺即係實施呢個試行計劃之前，其實運輸署有冇評估過，因為一條比較便捷嘅道路通咗之後，會唔會為中區一啲核心地區帶嚟一個額外嘅交通流量？咁呢個交通流量大概會有幾多度啊？會喺咩時間出現？咁就即係會唔會話導致擠塞咁啦？咁另外都想問一問李 Sir 嘅。咁頭先即係都有講到啦，會喺即係中環灣仔一帶一啲即係同繞道附近嘅道路，咁就會有一個冇警告嘅情況下，如果如有阻塞，就會有拖車嗰個措施啦。咁其實會主要集中喺邊幾條街道嗰度，即係有呢一個計劃咁。唔該。或者我回答第一條問題先。就中環灣仔繞道開通咗之後咧，佢係可以幫輕咗告士打道、下角道同埋干諾道中，咁但係係唔會好有明顯地咧改善到中環嘅商業區裏邊嘅交通情況嘅，所以係仍要需要我哋推行一個電子道路收費嘅計劃去幫輕中環中區裏邊嘅交通情況嘅，係唔會有額外車嘅風險。咁至於你話邊啲道路我哋會實施呢一個拖車唔預先警告係咪？咁我可以簡單啲嚟講啦。咁基本上由繞道有機會進入或者離開繞道嗰啲咁嘅支路，咁包括你都可以幻想得到噶啦。咁包括喺中環碼頭一帶啊，灣仔北一帶。同埋出到去應該係天后嗰一帶，即係大概係興發街啊、電器道嗰一帶。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打擊嘅地方嚟㗎。因為呢啲地方若果係造成阻塞嘅話咧，亦都會直接影響到進入繞道或者離開繞道嘅車輛嘅。你好，
你好，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想都係跟進翻即係東行嗰邊啦。如果臨時街天橋即係嗰個東行嗰度會如果封閉咗嘅話，可能去金鐘嘅地方咧個塞車嘅情況，因為嗰邊咧可能都有啲巴士會行啦，同埋都幾多交通燈嚇，係咪真係唔會即係你所講嘅唔會擠塞咧？又或者容量真係能夠足夠即係去俾咁多車行咧？想即係講多少少呢一點。同埋就係話喺繞道北角嗰個入口咧，糖水道上橋。需要右切幾條線先至可以入到嗰個嘅繞道嘅，喺呢一度個可行性係咪真係即係夠咧？始終有啲巴士啊，又或者有啲重型車輛啊，就算私家車可能都比較難少少啦。唔該你。好，先答第一個問題先。頭先亦都有記者問到話，如果經海濱同埋原有道路咧，我相信嘅距離係相差大約三幾百米嘅啫。咁最終咧，就如果係經臨時街天橋東行前往金鐘，同埋而家我哋經呢、這個海濱一帶嘅文報街或者係龍和道嗰啲武廣場，最終嗰個燈口控制嘅位置咧，都係喺下角道同埋紅棉道嗰度嘅。對基本上嘅交通嚟講係相若，所以變咗我諗係頭先講過啦，那個交通情況唔會有太大改變嘅，只不過行車距離可能多咗少少，但係個分別唔太大。另外，至於提到東區走廊喺北角段入口西行嗰陣時咧，因為我哋會喺開通之前會做呢個道路嘅標示嘅更改，讓呢個主要嘅車流咧就可以靠近中快線，可以入到中環灣仔繞道。正如頭先都提及到啦，咁如果喺東區走廊呢個西行線嘅可以靠咗，可以沿用翻而家告士打道嘅方向去呢個銅鑼灣或上環或者一帶嘅地方，都係繼續可以保留嘅呢行車道。只不過我哋道路嘅標示會喺開通前。一個好短時間內會做一個更改，令到巴士或者其他車輛可以好便捷咁駛入咗去呢個北角嘅入口往呢個中西區方向嘅。就想問翻咧，其實未來個繞道嗰個計劃啦，因為最新嗰份施政報告咧提到，其實即將會考慮做一個電子道路電子道路收費咁樣嘅，咁會唔會考慮用繞道裡面所收集嘅數據嚟即係去研究呢個計劃啦，同埋會用大概幾多數據，或者會用幾耐去觀察咧？咁第二樣咧就係繞道即係個位置啊，即係佢整個設計會唔會有個位置去安裝相關？如果真係做電子道路收費嘅話，會唔會有可以安裝到相關嘅設施喺度？第三咧就係傳媒去跟即係去參觀嗰個繞道嘅時候，其實發現咧仲有一啲標示咧係話要換啦，同埋即係牆上面仲有啲裂痕啊等等嘅，咁係咪真係準備到通車咧？唔該。或者我答答電子道路收費呢個計劃先。咁就正如我正話所講啦，中環灣仔繞道係通車之後咧，佢係提供一個西區同埋東區直接的一個快速的道路嚟嘅，咁呢啲道路咧，車輛係唔需要經過中環，咁就可以前往由東區去西區，或者西區去中環，西區去東區，咁變咗呢個係一個替代路線，係唔需要經過中環，咁所以我哋係利用呢個契機啦，我哋係會研究當呢個中環灣仔繞道通車之後咧。點可以中環呢個區裏邊咧推行一個電子道路收費呢個計劃？咁至於咩地方係安裝一啲咁嘅探測器咧，我哋仲係研究之中嘅。就住頭先記者提問嗰個裂痕咧，其實頭先我都講過，我哋喺呢個中環灣仔繞道呢個項目咧，走咗好多個第一次嘅。我哋係首先第一次喺呢個隧道引入一啲叫隔熱塗層。去增強嗰個防火嘅能力嘅，咁基本上係點咧？我哋就會喺嗰個天花同埋牆身咧，就噴35mm， 即係35毫米咁厚嘅隔熱塗層。咁但係咧，呢個隔熱塗層咧，佢本身係一隻物料咧，就叫窒石，係一啲即係一啲石咁嘅物料嚟嘅啫。咁佢咧就當佢係乾咗嗰陣時咧，佢個顏色係唔會均勻嘅，一定唔會噶。亦都嗰個深淺度亦都唔會一樣。同埋佢因為冷縮熱漲同埋收水乾，即係收水乾嗰陣時，即係好似人皮膚乾燥咁啦。佢有啲好自然嘅好微細嘅裂痕。咁呢啲微細裂痕咧，係絕對唔會影響咧成個隧道嗰個結構嘅安全性同埋完整性嘅。但係有啲嘢話仲係結構嘅時候，係咪即係真係準
備到通車呢？絕對是可以，我們是準備好通車。但我想你換的可能是只有一些搪瓷板是硬了，其實大家記者當日都知道是已經是我們根本是有一些叫做恆常的巡視的隧道的工作在做，發覺有些搪瓷板就撞爛了，所以就已經在那裡指定了就要個承建商去換，其實就已經是預計在內的了。RTHK English News, just another English question. Because some lawmak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that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pening, basically the bypass will actually cause more congestion in the central area. Just why are you so confident that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And what are the steps that authorities will take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won't be chaos, basically? And what would you suggest westbound drivers to do now?And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water seepage. So in case, I understand that this sort of wet patches and cracks on the ceiling are just these fireproof paint. So in the future, if water seepage still continues, what are some of the steps that authorities will take to rectify the problem or make sure that it's fixed and won't happen again? Perhaps Mr. Leung to answer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 about the road condition in Central. First, I would like to make use the slides for the exit in Central.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ommissioning, that the connecting road is still being constructed. During that time, any driver or motorist heading to the Western District may make use the Central exit.And share the same path and use the Conrad Road Central and make a U-turn near the Patton Street and go to along the Conrad Road West and go to the Sheung Wan and Western District. As mentioned by the police, Mr. Lee, that driver may also consider using the existing route along Colchester Road, Harcourt Road and Conrad Road to access Central.Sheung Wan and Western District. So even though the connection road is not yet in place in the first phase, there should be more than one routing from the Eastern District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s. That motorists have, I will recommend motoris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message we disseminate.So that they can make a good choice for their journey from from the Eastern District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So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traffic condition and will disseminat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message to motorists so that they can plan their trip in advance. Thank you. Well, as I have just said, police will have already identified certain strategic locations and will deploy police officers there to direct and ease the traffic. So regarding the seepage, in fact,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y will not affect the integrity and safety of the tunnel. In fact, as you know, the tunnel is not designed as a water retaining structure. That means it's not 100% leak-proof. It is not designed like a service reservoir, where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a reservoir is leak-proof water retaining. So in addition, we also have some drainage facility inside the tunnel so it can drain away the water. Regarding the previous seepage problem, in fact, they are minor, and we have also carried out proper rectification work to stop them. So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photos, the condition of the tunnel is generally dry. It reflects that we did fix it, okay?想問一下李 Sir 嘅，頭先咧你有特別提到咧，喺中環碼頭啦、民耀街、龍和道同埋灣仔北一帶咧會比較繁忙啦。其實係即係點解會有呢個預測？北角嗰邊咧會唔會都有類似嘅繁忙嘅情況啦？咁但係另外想問翻咧，警方同運輸署個講法咧，好似有啲唔同啦。你哋就會預測中區嗰邊會比較繁忙啦，運輸署嗰邊就好似傾向比較即係好樂觀睇，就唔會有塞車個問題。咁點解會有呢個落差咁？
或者我答呢個問題啦。其實就警方同埋運輸署係冇大家冇唔同嘅見解嘅，只係我想講講我哋運輸署咧，就喺通車之前咧，同路政署一齊都睇過嗰啲道路嘅情況。有需要改善嘅地方，我哋已經改善咗；有需要加闊嘅地方咧，加闊咗。咁令到咧通車嘅時候咧，啲汽車咧係唔會都會暢順去咁樣去經過地面咁樣去中環嘅，係暢順冇嗰個唔會有啲造成一交通擠塞嘅問題嘅。至於警方是擔心初期的時候呢市民呢是對那個路線是不熟悉，可能大家就 會過分謹慎，或者是不熟悉會造成一些慢車啊這樣。所以我們呢就建議大家呢就是留意我們路政署稍後會上網 的駕駛指南啦，還有警方稍後都會上網 的那個影片啦，運輸署的影片啦，希望大家早些熟習這些路線，令到呢到時呢就不 會產生這些不熟習的問題出現，那就會交通就會暢順了。都未必會跟到嘅改道嗰度。我哋香港出行二嘅導航系統咧，會喺通車日都之前都會做好噶啦。One month after the first stage. Hi, 凌晨。Will 八點鐘啊嘛。八點鐘，一二就八點鐘，早上八點鐘。